一下上一波的回放，在高地上面，先是 RooKie 上来，这是左一最大弱点，肉身攻一开团，左一最大弱点就是你大招的弱点是绝对可以被预判到的。这个解的速度，就相当于没放的技能，而且他是没有吃到，他是没有吃到内身的。对的，然后这个位置直接被做死，但是加辽这个时候也没办法，加辽是被四人围殴。你看这个时候维恩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